亲爱的姐姐，你在做什么？在做吗？刚刚折错了。那你可以跟我看你刚刚折什么东西？刚刚买给你看，折折这两节口。我们到第三个步骤的时候就看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哦，那妹妹，你刚刚不是说变成小花了吗？哦，不是，她说的是变成小狗。可是她刚刚有翻过来像花啊。有吗？有啊，你要不要翻给我看？说反过来变小花了耶。好了，妹，赶快折喽！好，快点！你现在折到哪里？对折。这样子。好。下次不要折错了哦。对，五分之一下来，然后继续折下一个步骤吧。第四个。我看。现在折成这样子喽。然后转面。现在要做什么？第六个。好。脸的方向部分要折。这地方折起来了吗？好，然后再把那个小三角形再往下折一点点，就是鼻子啦。小鼻子折好了吗？好，那再下一个步骤是什么？没了。那就是来画颜色啦。来，给我看看。我的是粉红色，妹妹的是蓝色。好，那你就把眼睛还有她的胡须画上去吧。好，给我看你们的作品吧。姐姐的粉红小猫，妹妹的蓝色小猫，好玩吗？好玩。有时候也可以练习自己动手做做看哦。就跟大家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我是贵宾的。第二个。贵宾。贵宾。